打朋友欢迎来到恐怖一粒钟的晚上，今晚是星期三的夜晚。Ice 也是刚才问过他几时回来，以为他今天回来，原来不是的。他呢一号呢还落在京都，搞到我自己做节目。有些人说喂，试试自己做节目。自己做节目有另一种风格，有时讲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催眠，大家就容易一点。自己做又有自己做的一种 feel 嘅，讲啊，有时讲嗰啲鬼故嘅时候，可以讲得就专注啲吓，讲出嚟嘅时候咧就脍型脍声啲，亦都可以嘅。喂 ，hello 大家朋友好，今日咧攞住几两故事咧嘅鬼故咧，同大家去讲今晚嘅节目啊吓。琴日咧嗰一集咧，同大家讲咗有啲咧见鬼嘅啲玩法啦，同埋就喺可能喺 Halloween 咧就大家可以揾朋友啊，甚至乎自己喺屋企咧就可以试下嘅。咁然后琴日咧就有啲。听众咧就PM 我喺个群组入边咧，即系发信息俾我，佢就话：喂，有冇啲简单啲啊？佢琴日嗰啲好复杂、哦，有冇啲简单啲嘅方法系见到鬼嘅咁样？佢又唔使太近嘅，自己喺屋企闷闷地嘅时候咧，就试下咁样。咁系有嘅，有两个简单啲嘅方法咧，系成日咧系见到鬼，有机会咧系可以感受到一啲嘢嘅。咁我一阵都可能分享翻少少我自己有一啲曾經試過咧，疑幻疑真見鬼嘅有啲經歷嘅，咁當其時喺泰國都發生過嘅咁樣，咁我陣會講下嘅。嗱好啦，今晚咧就都係講下啲唔同嘅鬼故啊，咁亦都講翻有啲聽眾嘅來信啦，有兩個聽眾咧就發咗啲信息俾我，就叫我去講佢哋嘅一個鬼故嘅。嗱，我講翻咧嘥少時間講一講咧就係。有冇啲簡單啲見鬼嘅方法咧？等你喺 Halloween 嘅時候咧，或者去露營啊、去宿營啊嘅時候咧，同朋友一齊咧就係玩啊。好啦，我睇一睇第一個究竟有咩方法先。嗱，呢個方法咧，我哋睇下圖片啦。呢個方法咧，就係關於一條橋嘅。原來咧，有人咧曾經講過，佢話咧橋咧其實係一個最陰嘅地方嚟嘅，特別咧係橋底。非常之咁最陰。如果啲橋底啊，嗱橋底唔一定下邊係河嚟噶，可能係啲峽谷啊，可能係一啲架空橋嚟嘅。如果你想比較容易啲見鬼，你咧就揀一個比較陰啲嘅時辰、陰啲嘅日子嚇、啊，然之後咧揾一個下邊係有水嘅橋，橋下低咧越多陰氣就越好。點為之越多陰氣咧？可能多啲樹咧遮住咗啦。水流咧就唔好太急，水流急咧有时候未必最阴嘅，水流唔好太急，个桥面阔啲，可以遮到你嘅。咁好啦，然后你揾啲稻草，即系稻草人咧，嗰啲稻草咧，即系啲稻草，即系好似米好大好大扎嗰啲，前面有啲谷糠嗰啲咧，你攞啲稻草，然后咧放几支上个头嗰度，咁一定要喺咧大约。五点之前，即系一点到三点，五点之前，一点到三点最好段时间。咁咧，你就揾到桥，攞到稻草冚住咗自己，踎咗喺下边，踎咗喺下边。然之后你唔好喐，唔好讲嘢。踎之前咧，你攞三炷香或者一碗饭喺个桥嘅前边点着晒喺度。咁啦，好啦，你慢慢喺度等。要有啲耐性嘅，你有机会咧喺个桥上边或者桥下边咧系会见到鬼嘅。点解咧？你见到鬼，鬼魂咧亦都会见到你，但系你一定唔可以同人讲嘢，唔可以惊，唔可以出声。你见到任何影像咧，你都要若无其事。啲鬼有时会咧经过你嗰度咧，同你鞠躬嘅。或者你不知道人是鬼，咁佢经过嘅时候，可能在河边捉鱼，佢唔会见到你无端端同你鞠躬噶嘛，同你鞠躬啊，或者同你拜俾一俾个礼你嗰啲咧，嗰啲人咧喺桥上桥下都有机会是鬼嚟嘅。嗱，点解咧？原来嗱，但系讲真几危险噶，即系呢件事嗰、那个写出嚟入边咧呢个传说咧系几危险嘅。点解咧？点解佢会俾你见到，你又见到佢咧？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咧，原来咧佢会以嗰啲鬼经过咧，系以为你系条桥嘅一个守地工，即系土地工，系呢个守地工。咁你唔出声，佢经过咪同你点个礼咯。当你一讲嘢，
或者一惊嘅时候咧，佢即刻知道你系人咧，佢就会跟住你噶，咁跟你翻屋企嘅。咁任何嘢唔可以有动作，你唔可以得闲拗拗拗荔枝啊，拗拗芒果啊咁样，系嘛？唔得，你好静好静好静，呼吸都要慢慢静。咁咧，你走嘅时候咧，你玩完啦，当冇嗱有鬼你唔好走，冇鬼经过嘅时候咧，你可以走。咁你放低晒所有嘢，整熄咗啲香，拎埋碗饭走。不要留下东西在现场，然后你走的时候，你见到任何人都不可以跟他聊天，不可以回头望，直到你回到家为止。即是你不要无端端绑鞋带向后望一望，有人经过见到跟你 say 个 hello 这样，千万不要。这个就是一个其中一个见鬼比较简单的方法。你去露营经过那条桥，你就拿点三支香，就装碗饭，然后就拿着稻草冚住个头，咪试下究竟你见唔见到啲嘢咧？见到啲乜嘢咧？咁样真系见到咧？你系咪保持到一个冷静嘅一个心态咧？嗱，呢啲桥就唔得嘅，因为下边冇水。我咁讲啊，其实咧，见鬼呢啲经历咧，有好多人就话：，我未见过，我想见下鬼啊咁样。嗱，当你见到嘅时候咧，唔好话直头见到个实体喺度吓埋你，明知佢系鬼冇脚嗰啲，你一定吓到脚软嘅。你疑幻疑真，大约见到咧，你都会咧有啲惊嘅。嗱，你试下问一啲朋友，有啲朋友咧，佢唔系好相信有鬼魂存在嘅。但系问佢，喂，有冇啲差唔多嘅嘢啊？见过啊？唔多唔少咧，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到，多唔敢讲。任何人都曾经讲到一两个鬼故咧，就关于佢自己嘅，就系俾你听嘅。真系唔信你试下吓。嗱，好啊，第二个方法都系好简单嘅。咁咧就系关于蜡烛，咁啲蜡烛咧就唔系普通嘅蜡烛嚟嘅，咁咧系一啲犹太人嘅蜡烛嚟嘅，咁佢咧英文咧就系叫做好似叫 Yahshua candle 嘅，我唔知有冇读错啊，因为佢犹太文嚟嘅吓，Yahshua candle 嘅，好似唔知系咪差唔多啦吓，咁啊我串埋俾你听先，以防我读错啊 ，Y A H R C E I T， 咁。这些就是犹太人用的蜡烛，它呢当有人过身的时候呢，它就会点这些蜡烛呢，就会点24个小时的，即是跟香港有些人以前呢屋邨有人死了过身，它就点了一把蜡烛在那里，一样同样道理的，即是挂个白灯笼啊，挂个蜡烛。那么 你要做的时候很简单的，很多人呢就试过买呢啲蜡烛翻去咧，揾一个好静嘅一间屋或者一间房，然后你就点呢蜡烛喺度，咁你又点咗之后咧，你会吸引到附近嘅灵体过嚟嘅。咁有啲人就话：喂，我唔系嗰佢哋嗰个宗教嘅，我唔信呢啲嘅。佢话嗱，呢种方法咧系唔使你任何宗教，亦都唔关你任何嘅信仰事嘅。你点咗咧就会吸引到灵体嚟。好啦。咁你点咗呢啲蜡烛之后啦，然之后咧，点样知道有鬼定冇鬼嚟咧？呢啲蜡烛除咗吸引之外咧，佢有个用途嘅。佢点用途咧？就系当你 feel 到气温有啲下降嘅时候，然后侧边有啲雾啊或者黑影啊开始喺度，你点咗蜡烛，梗会有啲阴阴阳阳啊咁样噶啦，系咪先？慢慢飘入嚟，你 feel 到喂有嘢到喎，咁你开始咧。就问嘢，咁你问问题咧，就佢唔会答你嘅，你只能够问个问题咧，就系 yes or no， 即系举例，你今日食咗饭未啊 ？Yes 定 no 啦？你系咪住喺呢度噶生前？咁 yes 就我 no， 咁点样咧为之 yes 咧？点样为之 no 咧？嗰支蜡烛咧，当你有嘢到嘅时候咧，支蜡烛咧会飘嘅，如果它在左边右边这样发的时候呢，代表就是 low。 如果这蜡烛呢是向上弹的，那些火光是向上升的时候呢，好像即是抢燃这样向上升，那就是代表 yes 的。那你可以问很多问题的，那来了什么的 spirit 呢，你不知道的，完全都。那当其时呢，有些人呢就试过很多次，但是你一点呢，你不要玩完之后就吹熄了它。你一点一定要点足24个小时，而跟翻佢哋嗰个礼节去做嘅。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可能激嬲咗个灵体咧，或者激嬲嗰啲鬼魂咧，佢会搞鸠你嘅。
有一個人咧，我睇過好多嘅 case 咧，就比較係冇咁冇咁仔細嘅，可能一問啲問題係答你唔到啊。其實即係同嗰啲碟仙咧就係差唔多咁款啦。有一個女人咧，其實佢年紀比較大嘅，佢當其時咧就住喺英國嘅。佢講過一個 case 咧就比較真實啲，因為佢有一家人咧住咗一間屋度啊。咁而佢初初入去住嘅時候咧，間屋咧係新起嘅，其實就唔係舊嘅，係新起。佢哋就開始咧就有一日冇嘢做，咁就買咗去嗰啲雜貨店啊，就買咗呢啲蠟燭翻嚟咧，然後咧就點。咁咧佢咧點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佢點解知道咧有嘢到咧？佢哋擺咗好多啲唔同嘅屋企人嘅合照咧，就喺出邊嗰個櫃度啊。突然之間咧，佢聽到出邊嗰啲櫃嗰啲相架啪啪啪跌咗三個落嚟，有聲。咁然後咧，佢哋聽到有啲拉凳嘅聲，即係嘅聲。然之後樓上咧，亦都聽到有腳步聲踩落去嘅，有啲嗰啲聲。咁佢哋冇人行咧，係唔會有聲嘅。咁佢哋加埋咧，當其時啲燈咧就閃咗兩下，即係外邊啲燈咧就閃咗兩下。咁佢知道咧有人入咗嚟佢喺屋嗰度啦，可能俾呢啲蠟燭咧就吸引咗。咁開始就問問題嘅，佢哋問咗咧就係幾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咧就問佢：你係唔係住喺度噶？咁個蠟燭咧就向上攝咗兩嘢。咁仲要問佢好多個年代，你幾時死啊？咁樣。咁最後尾咧就問到咧係佢哋問一個問題就問佢係唔係二次大戰之前死噶？咁嗰個隻鬼咧就答佢閃向上，又話係。跟住問佢咧有冇朋友同你一齊啊？支蠟燭又係好明顯地向上咧，就跳咗一跳。跟住問佢幾多歲啦？30歲，兩邊髮唔係。40歲，兩邊髮，50歲都唔係。然後問佢，突然間咧，佢個仔咧就問：啊，係咪10歲啊？一問10歲咧，佢就話係。咁咧呢個家庭咧當其時咧都幾夠膽嘅。咁佢都有個10多歲嘅細路仔喺間屋度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個細路仔咧真人嚟嘅，即係佢啲仔女嚟嘅。細個咧又玩嗰啲玩具啊嘛，佢即刻咧就走去basement 嗰度咧就抄翻佢個仔啲玩具翻嚟。咁啊抄咗一幾堆玩具，嗱佢抄咗幾個嘅，一個咧就係嗰啲好似類似變形金剛啊嗰啲機械人公仔啦。一個咧就係以前玩落嗰啲細部嗰啲玩具反斗城咧。嗰啲100多元、200部啲遊戲機，即係機械人一個，玩具遊戲機一個，跟住咧就攞咗一部香港依家好少噶啦，你要買都好難買嘅，就係咧嗰啲過關機啊，唔知道你知邊啲即係係咪 cat 係手動嘅，好似嗰啲有，我真係唔知點形容啊，真係四四方方，前面有幾個掣嘅。咁有粒嗰啲波子，鋼嘅波子咧，就有條橋啊，有啲唔同嘅障礙物咧，就俾你控制唔同嘅嘢嘅斜度啊，喐嚟喐去咧，就令到個波咧就去到個終點度嘅，又有啲磁石咁樣，即係我唔知佢啲叫咩玩具，講真，中文又唔識，英文又唔識，嗰啲係咩嚟咧？我就係咪過關機咧嗰啲？咁呢個過關機啦，然之後咧佢就俾咗呢樣嘢啦，跟住咧就再攞咗一把玩具槍翻嚟，咁佢咧就測試究竟嗰個10歲嘅小朋友咧係中意玩啲乜嘢啊？咁最後尾咧又有啲玩具熊啊咁樣啦，咁佢問樣樣都唔玩，估唔到咧嗰個10歲嗰個鬼魂嘅小朋友咧係中意玩玩具槍，咁唔知咪佢以前嗰個年代咧見到啲大人咧就中意攞槍嘅，咁最後尾咧。佢屋企人就覺得好奇怪啦，點解呢個小朋友話喺呢度嘅，即係喺呢間喺度住嘅，但係間屋咧其實佢哋係新起嘅，買咗笪地，根本冇可能嘅，以前都冇人住嘅，即係佢哋買一笪地嚟起嗰間屋嗰家家庭。咁究竟個小朋友喺邊度嚟嘅咧？咁咧隔咗一排之後咧，佢就開始咧就偏波。唔係偏波啊！唔係偏波啊！佢有粒嗰個玩具好撚奇特噶，有啲機關咧喺一個四方形嘅盒度嘅，嗰啲機關咧係有前面有個掣俾你喺度向前向後向左向右啊，又吸珠啊，又上一個窿度又要彈翻落嚟啊，撳嚟撳去嘅，然後咧就
去由一個起點嗰度去到嗰個終點嘅，唔係彈珠機啊、偏波，屌鬼唔知咩，唔係嗰啲嚟噶。我唔知點講啊，嗰啲真係唔知點講啊咁樣。咁好啦，跟住咧，嗰、那個即中文係乜？真係都唔知喎、啊。即係嗰啲機關機啊！你當佢啲機關機啊！咁然之後咧。嗰、那個佢哋有一次無意之中咧，就喺後邊玩咧，即係個森林仔玩嘅時候咧，就揾到咧有兩個墳墓嘅。個墳墓咧就應該咧好多年前嘅啦，已經即係嗰啲碑文都已經係就嚟蝕曬咁滯嘅。咁咧佢，你知唔知咧碑文咧係要鑿噶？你耐咗咧，佢會風化咧，會甩咧，你久不久要鑿噶。佢大約隱隱約約咧就係見到咧有一个女人，应该佢阿妈同我细路仔就死咗喺森林入边嘅。咁佢阿妈就应该个灵魂就仲喺度，但系冇入嚟玩。咁佢嗰个细路仔咧就见佢点咗蜡烛之后咧，就跟住咧就入嚟玩。咁就佢哋就冇惊嘅，就冇害佢哋嘅。啲西方嗰啲鬼其实冇咁恐，未必有咁恐怖嘅。啲中国人嗰啲就会变咗，哇、哦、个细路仔唔肯走啊！又搞鳩我仔啊！讀書讀唔到啊，掹佢不合啊，然之後又彈胸圍帶啊，即係好恐怖嘅。即係外國啲鬼嘅感覺上冇咁恐怖，所以外國人冇咁怕鬼呢樣嘢，確實係真嘅。嗱好啦，咁要講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呢、这個我有少少經歷嘅。仲有個經歷咧就係、是，但係呢個我真係唔建議，即係蠟燭呢個都還可以嘅，但係跟住呢個咧我就唔係好建議大家玩嘅，因為真係會黐眼線嘅。就係咧打坐冥想。其实咧好容易咧系会接触到啲灵界嘅嘢嘅，特别系如果你唔系跟人做，系自己去打坐啊或者去静修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就走去山上边打坐啊，走去附近地方打坐啊，其实有啲时候系会有问题嘅。嗱，点解咧？我听过。有好多人讲过相同嘅经历，我自己都曾经试过嘅。我最初听咧就系、是、有一个乐队里边有一个，即系大家都好出名嘅，费讲名啦。咁佢有个乐队有一个鼓手，佢咧就以前有一排咧就话信佛嘅。咁佢就话信佛嘅时候咧，就成日咧开头咧就接触到啲灵体啊，即系佢食斋啊嘛。咁啊，于是乎咧就有时打坐啊都会感觉到呢啲嘢。咁我自己咧早。好似極度心寒開頭嘅時候咧，如果你有睇開咁多集，我有一排咪睇光咗個頭嘅，咁我咪去咗跟阿龍去泰國嘅，咁去咗廟入邊嘅，咁得我同佢啊咁樣，咁我未試過嘅，咁開頭咧即係亦都唔知乜嘢嚟嘅，咁啊佢哋做乜我跟佢做啦咁樣，咁然後咧我試過咧打坐嘅時候係見到啲有啲唔同嘅影像嘅，即係你可能覺得。有啲嘢叫疑生生暗鬼啊，或者你眯埋眼嗱，你自己打开呢个可以即刻去试嘅嗱，你大家试下即时眯埋对眼，但系放松个人，你唔好喺一啲强光照射到你哋眼嘅地方啦，系静啲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咧有啲飘下嘅嘢嘅，即系你眼球里边嘅一啲正常嘅状态，你眯埋对眼啦。咁但系咧，当你静咗个人放松晒嘅时候咧。其实佢会有久不久会有啲影像就系飘埋嚟嘅，嗱你可以解释为一个生理状态嘅，但系有啲系好实在嘅嘢嘅，即系举例，你会见到可能有个有一个影嘅男人啊经过啊，或者佢变咗个口面向住你啊，特别你喺一啲庙啊，喺一啲地方做呢样嘢嘅时候啦，咁咧如果冇人教你咧，有啲人就觉得哇有人同我沟通啊，哇有佛祖埋嚟啊，哇劲啊见到嘢啊，你千祈唔好咁谂。咁谂咧，点解走火入魔？其实咧，你见到任何嘅嘢嘅时候咧，都系唔好理佢嘅，都系唔系一个真实嘅嘢嚟嘅吓。嗰阵时咧，我记住咧最奇妙嘅一样嘢咧，就是、有一次我唔知打坐喺个去咗第三日嘅时候咧，系见到有啲好似有啲老人家嘅样喺嗰、那个。打緊坐嘅時候咧，係眯埋對眼嗰陣時見到嘅。咁人人都有唔同色嘅，有啲人見到黃色，有啲人見到個你有啲人見到係紅色，有啲人見到藍色，有啲人見到紫色。嚇，我就見到大部分係都係紫色嘅嘢嚟嘅。咁佢突然間有陣灰嘅嘢咧，就變咗好似人樣咁樣。咁有幾個嘅咁樣，有啲咧唔同嘅動物都有。咁我後屘咧我就到即係個師傅到完嘅時候就會咳一聲，咁你就。即系擘翻大两眼啊嘛，咁我就唔知点问，我就试下问嗰啲人，我话喂，
啊，唔係即係問個師傅咁樣打咁，我做個形態俾佢睇，喂有啲嘢咁喺度飄嚟飄去，即係用個手嘅動作做啫。哦，咁佢一見到我講乜咧，佢即刻咧就指住上邊向上，哇！佢話即係意思就係話向上飄走咗啊。咁其實佢一個在我打坐的時候咧，係真係確實咧就向上飄走咗。咁後屘咧，有啲識中文，問翻識打坐識中文嘅人咧，佢同我講翻啦，佢就話：哦，呢啲嘢咧就唔好見到啲嘢以為係真，佢話其實是假象嚟嘅。兼又就算有人同你講嘢咧，你都唔好理佢，即係一定要拎走呢啲所有嘅雜念佢，因為咧。你個人正常，我哋喺個社會嘅生活咧，好多時候咧係會好嘈嘅，好多嘢會騷擾咗我哋嘅。但係當你抽翻一段時間靜落嚟嘅時候咧，其實你聽到嘅觸覺啦，無論耳朵聽到嘅聲音啦，你身體 feel 到裏邊嘅風啊嘅流動啊，你係會比你唔安靜落嚟咧嘅感受咧係強咗嘅。我唔知道會唔會因為有些能量是这样去接触你啦，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呢，我很记得呢当晚呢那排呢睡一觉呢，夜晚呢就试过跟阿龙呢就睡在那里，有人就敲我们的窗，然后呢就出面好像很多雾水一样，那我就拿去影。那我记得在早期的不知道恐怖一粒钟还是哪个节目啦，这样不记得了，因为就放嗰張相出嚟，影到一個女人就拖住個細路仔嘅，咁都唔知係咪係真係假都好啦。咁就哇咁恐怖嘅，有人敲牆又影到呢啲嘢，都試過嘅。嗱，有關於咧其他人咧，曾經有啲人咧就係試過咧，係用打坐咧就話聽到嘢啊，見到嘢啊。咁我講一講其中有啲我睇過嘅文章咧，有講過單嘢係咁嘅。有一本書咧叫做零唔知咩灵界的译者啊，咁当中咧有段故事嘅，咁有一个有阴阳眼嘅，佢觉得自己系灵媒嘅人咧，个名叫苏菲亚嘅，佢咧就细细个咧就见到阴阳眼，见到鬼魂啊，见到鬼怪啊，咁佢咧十八岁嘅时候咧，佢就发咗一个梦，佢喺梦入边咧就佢个梦好奇怪嘅，佢喺梦入边咧就见到有十几个人。顶住一道桥，喺个桥上边咧有好大嘅一个令牌嘅，咁咧就好大个令牌嘅，即系成可能几米嘅令牌啊咁样啦，咁啊好厚嘅，好靓嘅，精雕细琢，亦都咧摆咗一个翠绿色嘅玉色嘅石喺度咗嘅，咁咧佢见到中间嗰阵时候咧就写咗几个大字嘅，就系叫做李宝贤圣君大医。之靈醫生嗰個醫啊，聖君大醫。咁咧側邊咧有啲二十零歲啊，嗰啲綠色嘅書生啊，就個個咧就寒星咁咧，就身高就一米七，就托住佢喺度行。佢經過咧嗰個蘇菲亞嘅時候咧，就同佢講，佢話：我哋奉玉皇大帝之命，凡間行醫，幫下我哋。咁蘇菲亞。即系打坐嘅时候啊，发梦啊咁样，即系唔知点解入定啦，唔好话佢发梦啊，入定就听到，听日又唔记得咗，点不知听日佢同样时间打坐，又见到呢班友，咁到第三日，哇大领落啊，佢知道可能以为自己有神灵嘅感召，哇有人叫帮拖咁样，于是乎咧就去嗰啲庙度打造咗一个相同嘅令牌。即是李宝贤圣君大医之灵的令牌，咁最后尾咧就真系揾到咧啲附近啲咁嘅人咧，就叫呢班人咧就去到嗰个庙嗰度咧就进驻，就帮人哋咧去医病开药，搞到个庙咧就香火鼎盛，即系揾到呢班人翻嚟，我真系现实世界。咁但系到最后尾咧，呢一班咧其实咧就唔系嗰啲神明嚟嘅，就系一班鬼魂嚟嘅。那班鬼魂咧，其實就利即係鬼魂係一種幻象嚟噶嘛。佢利用啲我哋嘅相信嘅幻象，令到我哋係幫佢做嘢嘅。所以你任何見到嘅嘢咧，你唔好以為信以為真，其實係一啲幻象嚟嘅。啊，最後尾咧，當然咧，嗰班鬼咧係搞到個廟好大鑊啦咁樣。啊，咁你可以揾嗰本書嚟睇啦，就係叫做《靈界的譯者》啊，翻譯嗰個譯。叫譯者，咁亦都有一次咧，
有啲人咧就靠打坐啊，係搞到自己咧就走火入魔咧，就直頭 short Q 咗。呢、這個下一次先講，唔好意思啊，講翻呢度先。搞到 short Q 咗，咁佢點 short 咧？有一個人，佢當其時咧就經過一個唔知咩廟，應該唔係正經嘅廟嘅。然之後咧，有啲人咧就話：啊，小姐你有緣啊，啊有緣有份，經過個廟啊，我哋個廟仙裏邊咧都好。觉得你好有缘入嚟，装住香嚟啊，唔紧要嘅，啊就咁装住香得噶啦，亦都唔使话添香油乜都唔使，咁俾个电话个女人，个女人添完香油之后咧，就呢班人咁好嘅，就成日去嗰度。咁咧有一日，呢个女人咧就开始哇教佢点样静修啊，点样成啦，佢发梦啊，就成日梦到咧个庙里边咧。有邊啲神明啊？有啲咩同佢傾偈啊？就行嚟行去啊咁樣。咁開頭哇，嗰、那個廟啊，我有緣分啊！哇，我真係仙童嚟噶。嗱，細佬阿妹，你呢啲仙骨嚟噶。啊，點解啊？嗱，你膊頭呢兩粒骨見唔見到個鎖骨頂嗰度啊？你比普通人咧係突好多嘅。嗱，你突到咧呢啲咧叫做兩分半。咩两分半啊？嗰啲骨突出嚟两分半，咁咧就系仙骨嚟嘅。嗱，你就有缘分。佢哋叫你啲神咧，唔系个个落嘅，佢落嚟俾你见到，你系有缘啦。咁呢个人又越信，越信咧就越喺度同嗰啲嘢沟通。咁沟通到咁上下嘅时候咧，本身咧到有一日，佢发现咗咧，佢见到嘅嘢咧就唔系神明嚟嘅。原来咧佢见到嗰啲系咩咧？蛇虫鼠蚁、老鼠啊、曱甴啊。蜘蛛啊，蜘蛛啊，蜘蛛啊，咁样，咁于是乎咧，呢个女人咧最后尾咧就开始，即系同人嗌交啊，就话喂，我见到嗰啲神嚟嘅，啲话唔系，曱甴嚟嘅，大佬，老鼠嚟嘅，最后尾个女人咧就搞到咧好大镬嘅，咁所以咧佢讲呢啲嘢嘅时候咧，即系话啲鬼魂咧或者灵界咧，其实佢有一种能量咧，系佢可以制造一啲。好似电影成套佢又俾你睇唔晒，佢老尾佢好似播电影嘅 trailer 咁样，俾你睇一部分。咁你人嘅嘢就好奇怪噶啦，你睇少少你就作埋落去噶啦嘛，系咪先？你老尾即系你见到哇，你见到哇，弟兄装啊，弟兄装啊，嗰、那个女仔哇身材好好啊，其实唔系嘅，仆街系托出嚟嘅，冚家祥。哇，呢、這个女哇只脚好长啊，其实唔系。是視覺效果嚟嘅，佢著對高踭鞋，著條短裙嘅啫。又或者你見到，哇，嗰度有隻鬼向我揮手啊！嚇，哇，即係男人定女人嚟噶？哇，當其實係咩故事？人啊，有個撲街嘢嘅。你知少少之後咧，你又有個好奇心，有好奇心咧，你到你冇答案嘅時候咧，分鐘你啊，哇，點到加鹽加醋啊咁樣，就明唔明啊？即係我哋都好明白嘅講鬼故。咁咧就話啲鬼就俾你睇一個 trailer， 你就冇撚當真。啊、所以就任何嘢咧都系迷惑嚟嘅，即系佢言下之意即系做人吓，亦要信自己咩咩相信爱的真理咩信自己，阿杜德伟先生有首歌咁样啊，信自己就唔好成日信啲鬼魂。不过咧，我以前所讲咧几种嘅方法咧，其实如果你够扑咧，你可以试下嘅，即系无你都试下无伤大雅吓，讲、啊、真吓、啊，你嘢乜咪？如果你俾我試邊個啊，我試點蠟燭嗰個咯，同埋試橋下邊嗰個咯。咁你踎咗喺度，即噴定蚊拍水啦，唔係俾蚊咬嘅時候，你又唔知道，即係你俾蚊咬，唔知拍唔拍好啊嘛，拍啲鬼又見到你。喂，講真的，你唔好話乜，如果咧，你喺條橋下邊咧，講真嚟點咗支蠟燭，擺碗飯咁樣，抌咗喺點幾柱香擺咗喺前邊啦，然後你踎咗喺度攞個稻草咁看住自己啦。講真的，你如果真係等下半夜嘅時候。是有几个人经过，他向你咁岌一岌头。讲真的，你真系扑街，你想再望，但你又唔敢望，唔敢喐，咁呆咗咁样喺度。其实好难嘅、哦，即系你唔多唔少，你少少惊，你都会有啲反应嘅、哦。你好难啊！你见到喂嗱，如果你见到好恐怖嘅，讲真，问心讲，你见到死状好可怕嘅，或者佢着住清朝衫经过咁样，啲大姑娘咧咪攞住嗰啲。以前啲清朝咪攞住個袖咁樣，個大姑娘咪咁樣喺度攞嘢咁樣嘅，佢見到個即係公子有禮咁樣同你恭個禮，你真係想笑嘅，哇，好笑啊咁樣，你唔係驚啊，你驚嘅忍到啫，你驚嗱，驚係易忍啲嘅，你驚就唔出聲，呆咗啊，咁得噶啦，你笑你忍唔到嘛，你點知佢同你無端端走過嚟同你
夫人敬礼咁样喺度，哇，做你咪笑嘅、啊，你真系穿崩嘅呢单嘢，所以就唔好制啊。好啦，休息一阵，第二节咧讲翻咧有几个网友发嚟嘅鬼故，同埋有一单咧就系灵异破案嘅 case 咧近排发生嘅。